尊敬的老教授，我们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。谢谢。那么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必须要先介绍一下您的一些背景。您老人家已经50多年不看电视，不看报纸、杂志啊，这些广播啊都不听，仿佛是与世隔绝一样。但是大众发现这并没有妨碍您呢，这个在这个世间救苦救难、指点迷津。那么很多国家的元首啊、领导人呢，也都纷纷向您请教。我们发现呢，自从您一再的告诫大众啊，天灾人祸迫在眉睫，那么接二连三呢，这个已经是措手不及，整个这个世界都是这个样子。那么假如说，因为这个灾难的金融危机啊，首先是从美国爆发的，那么假如说坐在这里的是布什总统，他就像原来一样向您提一个问题啊，向您请教，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尊敬的老教授，问题在哪里？总的来说，问题在迷失了自信。这个问题，西方人知道的不多，但是在东方、在中国、在印度，那对这个问题啊，了解得很透彻。人心本善啊，如果人的思想、言行违背了自信，自然就会有灾难发生。为什么呢？这境随心转，心跟整个宇宙是一体的，是不能分割的。这个学问，中国这个跟印度胜过西方。您知道现在几乎全世界啊，大众都是奉行的西方的价值观。您老所讲的，这是非常深奥的，对，东方的智慧，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，对，他们很有可能听不懂啊。没错，西方的价值观是建筑在人类的欲望上。这个问题在中国2500年前孟子就说过啊，孟子见梁惠王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啊。梁惠王当时见到孟子来啊，也很客气招待他，问他，你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利于我国乎？啊，把利益放在前面呢，这个就是现在西方价值观啊。可是孟子回答他了，王何必曰利，亦有仁义而已。利是人之必争，你看中国这个例子，这一边是禾吃的稻米，那边是稻。哦，利这个字，对对对，人之必争啊，人必争，这个社会还会安定吗？世界还会有和平吗？啊，所以他讲是有仁义而已，有仁有义，这是中国的价值观，这不是西方的。西方人没有仁，没有义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中国人讲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这西方人。我们跟西方人接触多了，相处时间长了，真的，他们往来就是厉害，有利就朋友，没有利敌人，这多可怕！啊，仁者爱人，义者循礼，啊，什么叫义呢？合情。或礼或法，那叫义啊。他们没有不懂得这些，只是厉害呀，这父子都是如此啊。啊，所以这西方价值观问题很严重啊，他们迷失了。我们今天不相信老祖宗东西，也跟人家学，人家好的东西是科技可以学的啊，这些基本的这个价值观，那我们超过他们太多了，我们在跟他学，那苦亏就是大了。那有的人呢，他又不服气啊，他就是说，老教授啊，您这些说法都太古老了，那些西方国家，他们靠他们的价值观，您看看他们国家多发达啊，而且人家这个军事现在是第一啊，一直以来都是第一啊。对，那
我们学他们难道学错了吗？学错了。军事发展到最后，最后没有胜利，是同归于尽，大家一起死，这个价值观好吗？啊，我在美国，我常常跟美国人说，我说美国人所储藏的核武可以消灭中国100次，可是中国的核武可以消灭美国1次，1次跟100次是等于相等的、平等的，都毁灭了。啊，所以他们也想想是这个道理啊。哎，你1次毁灭就完了，这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中国不是不没有科技，中国在几千年前科技已经很发达了，不干了。哎，你看看，我们在这个古籍里面，看王莽时代，就有人学飞行、滑翔，啊，这个诸葛亮的木牛流马，那机械化的运输啊，为什么他死了之后全部把它毁灭掉，不留个后人呢？这不是自私利益，这是懂得这一套东西要发展下去之后，没有伦理道德去驾驭它、控制它，准出问题。所以中国这个价值观是建立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，它不出乱子啊。像那些都属于技术问题啊，技术技巧问题。对对对对对，它和做人呢、这些原则没关系。不错，必须要有做人的这个价值观，能驾驭它、控制它，它可以得一点好小的利益。啊，如果没有伦理道德去驾驭，那个祸害无穷啊。这是现在大家都看到的。啊，你说全世界的人，无论是贫贱、富贵。啊，生活在这个世间，每一天终日惶惶不安，没有安全感，这什么东西？科技造成的。啊，虽然核武那么多，没有打仗，它这个威胁的时候，人叫人心里感受到的时候，它就不安全，那就恐惧。啊，在从前人没有这种恐惧，啊，现在用西方价值观就带来了恐惧，这个恐惧。对于一个人的一生，那个是威胁太大了，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。我了解到您去过广岛参观过啊，对，广岛长崎，我特别到那边去看。啊，我看了之后啊，我才恍然大悟，佛经里面讲的小三灾，啊，就是指这个事情。啊，这个小三灾啊。一直我们都讲不透彻，都讲不清楚，啊！小三在佛讲的说，战争是7天，啊，7天7夜战争，战争之后的时候瘟疫，啊，瘟疫的时候是7个月7天，啊，这是瘟疫。瘟疫之后有7年7个月7天的饥饿，啊，就饥荒。我到那去一看的时候，那正好我们去大概是第8年了，是第9年。地上刚刚生草，当地人告诉我们，这个地方的确是7年到8年草木不生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这战争，我们跟日本人打8年不算是小三灾里头的刀兵劫，那个都不算什么，那不算呢。啊，他讲7天的战争呢，借着7天7个月的瘟疫啊，在7个月的饥饿啊，这讲福建讲小三灾，那就是核武嘛。是啊，它爆发之后，那个射福城的确是半年，那个被这个照射之后啊，半年不死你才能活下来，正好7个月、啊、对对，这佛经讲的7个月嘛，最后你看7年草木不生，那不就是饥荒吗？这个佛经里都写啊，但是写得很清楚，我才看了之后才晓得，哎呀，佛讲的小三灾是指核武战争啊。但是这个小三灾是从西方投过来的原子弹，美国投过来的啊，对，是啊。但是这个东西记载在佛经典，印度几千年前印度人说的，这个我们才明了啊。讲的一点不错啊，不能走那个价值观啊。啊，对，不错啊。那么社会科学家啊，他们给出来一个答案，说现在的危机啊，主要是这个人类啊消费量太大。国家的能源和资源支持不了，
也就是说地球的资源不够支持了，最后就崩溃了。对，那么现在有科学家还有社会学者就说呢，这是一种资源崩溃的开始，您赞成吗？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，但是大家归根到底，归根到底发现的问题就是价值观的问题，拼命的消费。对，嗯，这是糟蹋这个，也就是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啊，对于大自然对人类这些这个贡献的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人不知道珍惜，不知道感恩，招来自然的回报啊！因为现在一般人不懂得，认为自然是没有生命的，这是错误的。在佛法里边，整个宇宙是有机体，活的，活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他感恩，他对我们的贡献就特别好。这个我们做过实验，我们在澳洲自己有菜园，我们对于这些蔬菜种的这些水果，我们感恩的心，它的花特别香，果特别甜，那就是不一样。我们不需要用农药化肥，用感恩的心，用爱心，我们爱护它，它也爱护我们。跟我们把佛经上的整个宇宙是有机体，我们来做实验，真的一点都不假。您知道在中国呀，我们一直以来这个市场经济啊，没有太多的经验，都是在学这个西方的经济学。那么中国的人口非常多，如果一旦大家彻底都消费起来，大家这个欲望都刺激起来的话呢，刺激消费，现在有人就提出来这么一种警惕。嗯，这么庞大的人口啊，在商人看起来这是个巨大的市场，但是在社会学家看起来呢，这是巨大的能源的消耗。对，如果中国也走这条路的话，不错，会不会也出现能源不够用，然后重蹈西方的这个覆辙？会比西方来得更快，会比西方更凄惨。为什么？你人太多，这个不能不知道警惕。我们的老祖宗教导我们是节约啊，是节俭，借俭是美德。西方的经济观是消费是美德，消费是第一位。不一样。我今天还听一个朋友告诉我，王永庆请他吃饭，就是一个粽子。台湾的首富啊。啊，对，是啊。王永，他们以为是也有很多好的菜了，结果没有，一个粽子，另外也一个，就是两样东西。所以他看到的时候都傻了，他说哪有吃这个东西、啊、王永庆每天就吃最简单的东西。这是中国人的美德。那跟西方人太不一样了。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四个字，他们是穷奢极欲 啊对，没错。哎，中国人是清心寡欲，健康长寿。但是您发现最近几十年来，尤其是二战之后，全世界都在学西方，学美国，对，认为那是发达的标志，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呢。啊，那不是这样的。实实在在讲，是我们自己在这么久的长时间当中把自己的文化丢掉了，我们自己没有底子了，所以看到人家好就以为学他。如果你自己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，你一看就明了它长处在哪里，它缺点在哪里，你就能看得出来啊。所以说到最后还是我们自己把老祖宗东西丢掉了，疏忽了啊，而且尤其是个大不孝，轻视老祖宗，这是大不孝啊。您是说现在很多人连判断危险和安全的这个能力啊，没有这个能力，都丧失了。没有能力，这是智慧，这不是知识，这是智慧。丧失的原因就是丧失了智慧啊。对，对，
中国人自古世代相传是智慧，知识是第二，智慧是第一。你看中国四库全书，经史子集，经是智慧，史是知识。那能不能这样说，这个经典指的是原理和原则啊？没错，是规律。没错没错没错。比如说我们看儒家经典，孔老夫子就讲一个字，仁爱的仁呢，就这一个字，对，就包括了一切。不错不错不错，这肯定不是知识啊。不错不错，你看仁这个字，二人，这个意思是会意，让你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。仁者爱人啊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这是中国人呐。外国人不是啊，外国人是损人利己啊，人人都损人利己，这个社会怎么会没有冲突呢？所以今天社会冲突啊，各个阶层都冲突，家庭冲突啊，这个在公司里面，这个员工跟老板的冲突啊，这个领导跟被领导的冲突啊，发展到时候族群的冲突，乃至于宗教的冲突，这个政治上冲突，派系的冲突，到处都是冲突啊，这个成什么世界啊？这个西方价值观盛行的世界就是这样啊，竞争啊，鼓励竞争啊。对啊，竞争到最后，我常讲的，竞争提升就是斗争了，斗争提升就是战争了，那战争就是佛讲的小三灾啊。已经发生过一次了啊，对，是啊。所以从前我们讲经的时候，遇到这个小三灾、大三灾，总是讲不圆满。看着电视里边呢，很多经济学家的讲话和分析，我现在替这个老百姓啊问一个很质朴的问题。大家发现呢，就是好像如果人们要是没有消费的话，这些经济学家就没事干了。那么给人的感觉呢，就是他们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，还有他们的方法，大家要打一个问号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是鼓励消费的，那么鼓励消费的反面呢，就是鼓励节俭。那么难道鼓励节俭是错误的吗？大家就有这个疑问呢。借钱过日子，那不是败家子儿吗？对。那老百姓就说，那这是经济学家难道在培养败家子吗？是，是没错。我记得我是第一次回中国的时候，那是八几年的时候，啊，好像刚开放没多久，是韩馆长回家，他是大连人，我们就陪他一同，啊，到家里面去的时候啊，家里还有亲戚朋友，大概有二三十个人，我记得是三桌，圆桌三桌在一起吃饭，那我们从美国回来，他们羡慕得不得了，啊，所以我当时。他们要我讲话，我就告诉大家，我说你们很羡慕美国人的生活，我说我今天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在座的这三十多位啊，你们哪一个人是负债过日子的？他们大家都看看，一个都没有啊，一个负债的都没有。我说你不知道，你们真幸福啊，美国是负债过日子啊，从出生就负债啊，到老死都还不清啊，来生还要还呢、啊、这个日子你们要过吗？啊，这房子赊账赊来的，车子也是赊来的，冰箱什么都是赊来的，每一天拼命工作跟还账，这个日子你愿意过吗？哪有像你们这个下放工之后啊，在门口摆个小桌子下下棋，喝老酒聊天，这种闲情逸致，在美国人做梦都想不到啊！你们愿意过哪种生活？那我跟您说，我在香港看到的也很近似于美国的状态啊。我这次了解到，很多香港的这个居民都是这样，很多香港老百姓也是一辈子都在还这个还债。对。对，都在过，北京也是这样，也有一些这样的例子。这种日子，我们是决定不能过的。
啊，我在美国十几年没有向这个银行借一分钱。啊，那我觉得这很羞耻，借钱过日子，你成什么话了？啊，我们再穷再苦，我们不要借钱过日子，你的心都安，这心安理得了，那才叫真正的幸福人生。在中国，真是在中国几千年来，借钱过日子去享受，那是可耻的，可耻啊，那可耻啊，那甚至实在是没有人原谅你的。我要是有个孩子，他说咱们去借钱呢，咱们去享受生活，我说你没志气。对，我是应该这样讲。没错，一点都不错。但是美国爸爸就不是这么说呀。啊，对，美国人不是，所以灾难之来，美国首当其冲，他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啊，许多国外的预言家都讲世界上要大灾难，从哪里开始？从美国开始。我相信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他造的什么因？那他要是推行自己的价值观，让世界上的人们都像他这样做，啊，他头一个毁灭，他把人教坏了。啊，你自己坏是应有所得，你再教到别人是这个作恶，你这个罪啊多重。那么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呢，就是鼓励消费，扩大内需。但是它的反面呢，反面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是鼓励啊，不节约的，鼓励节约。现在全世界的这个资源呢，都快枯竭了。对，那各个城市、各个国家也都是这个问题。那比如说像一次性的筷子，对，实际上按照正常情况下呢，应该是尽可能不要用，他就不用去砍树了啊。对，但是。如果你老百姓，你如果要是不用的话，那经济学家和商人们就反对了，说你不消费怎么能行呢？啊，不是这样的，那是少数人，为了少数人个人的利益了，破坏整个大自然，破坏整个社会呀，这是错误的，所以必须要有智慧呀，去观察。啊，我不赞成西方的经济。啊，所以好像我昨天给你提起。你看西方的这经济学家到澳洲这个商学院讲演，我听了之后就摇头。啊，所以澳洲人还算不错，澳洲人知足。啊，澳洲人懂得享受大自然上的，澳洲人不愿意赚钱。所以商店早晨11点才开门。下午5点钟就关门了，星期六、星期天不做生意，出去玩去了。那他们会有企业家，会有这些学者要问这个问题啊？大家都知足了，这个中国传统的老观念呢，都知足了，那国家怎么进步啊？社会怎么发展？对，澳洲人不愿意发展这个工厂企业，不愿意发展这个。他说：“我们的资源要留给后代。”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过得很舒服，就很好，他就满足了。所以澳洲地大，我资源丰富，人少，啊，全国才这2000多万人，啊，所以他不争，啊，澳洲人不竞争。还有一些说法就是说，这是一个转型期，这是个过渡期，啊，那过渡期肯定要砍树嘛，肯定会有自然的代价嘛。这个转型期过去之后，过渡期过去之后，可能就没事了。不，过渡期过后之后，自然灾害就来了。啊，我是在抗战时期，我走过长江，长江两岸的森林都还在，原始森林都在，古人诗词里面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呐，真有那个味道。啊，那么这个99年，是2000年，2000年我陪同新加坡的9个宗教代表团访问中国16天，宗教局特别给我安排这个行程，啊，说是你过去走过。你再去走一次，啊！但这一次从这个宜昌
到重庆，啊，到重庆，这一段走三峡这一段说，两岸的树全没有了，啊，我这个看了看，心里真是很痛心呐、啊。说是森林没有了，所以这个长江就有水灾了，水土保持的时候保持不住了，啊，常常有堤崩的时候这种现象。那叫带来灾害。你想想看，你把这个树木砍伐了，那一次水灾的时候，你用多少人的生命财产做代价？当初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看不到这个、啊，没看到啊。啊，结果以后才晓得，森林是保持水土的，它有这个作用，有这个功能。那我们现在向您老请教，有这么一个问题：中国呀，5000年的传统，5000年的智慧，但是在这个历史当中，为什么我们没有经济学家？有，不是没有。中国没有经济学家，中国的时候，这5000年人类怎么生活的？5000年中有多少大富长者？啊，无论在工商业里面的时候发财的很多，但是中国不是讲经济学家，中国人讲财富从哪来的，是你命里头有的，对外国人他不讲这些，啊，这是真的，啊，所以你看中国看相算命，他有他的道理，啊，这个江湖骗人的固然是不少啊，但确实有这个道理，啊，你命里面的财富从哪来的？你过去生中所修的，啊，所以生才有大道嘛，啊，儒佛道都讲这个道理。你只要真的肯干，啊，袁了凡就是很明显的例子，我自己也是很明显的例子。啊，我这个年轻的时候给人算命，财库空空啊，没财啊，啊，也没有官运呐。啊，你好像短命啊，正是很悲惨的这种命运的啊。可是遇到佛法之后，老师教给我可以转变的啊。老师告诉我，你的财库从哪来的？财库呢，过去生中财布施，你布施的多，你财库就多；布施的少，财库就少。你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嘛，吝啬嘛，那你今这一生你就是贫穷的果报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如果再加上偷盗，以这个不正常的手段呢去谋取别人财富，那你这就更穷了，那就更苦了啊。你过去是生中没修啊，那你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，无为布施是，你能够帮助别人，离开危险，离开灾难，啊，让他身心得到平安。这一类的，就是叫做无为布施。就是照您的这样分析啊，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经济学家，啊、不是，只是没有西方那样的经济学家。啊、不是，西方经济学是假的，是骗人的，不是真的。那经济学家他并没有发财啊，而且真正的经济学家，您是否认为首先应该是爱人类啊？对，不错。他给大家提出来的智慧应该是帮助人类生活的，而不是斗争啊？不是斗争。哎，斗争怎么能致富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？斗争能致富，那些小偷强盗不都是大富大贵的吗？没这个道理。所以中国人守住一个最高的原则，随顺性德是善的，违背性德这就是恶的啊。性德是什么呢？中国人把它这个归纳为八德，八个字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。后人又加四个字：仁爱和平。这12个字是性德，你起心动念，你不违背这12个字，你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长寿得长寿，
佛家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为什么？你随顺心得，违背心得也是求不到的，违背心得求到的那是你命里的有的。您知道现在有很多老人家他们很辛苦，在做什么呢？拿着板凳跑到股市里去，把自己毕生的积蓄放到里面去炒股。您老能不能对那些炒股的人讲两句？这是赌博。这是赌博。对，赌博就有输赢，输赢是命，你命里没有钱你赢不到钱啊，你还把本赔掉了啊。所以你有那些钱不必去赌博，你借钱，你布施放生，你说这种多么乐趣啊！生活越简单越健康啊！我跟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先生，我跟他在一起十年，这最长的时间啊。那么我对他了解最透彻，他一天吃一餐，而且的时候呢，他山东人啊，吃馒头，馒头的时候小馒头啊，它就是一个馒头，它一天就够了，一餐就够了。我也学它，我学它的时候没办法了，它吃一个我都吃两个。这一天就这么一个馒头吗？对，哎，但我不行啊，我也吃两个啊。所以他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啊，在那个时候台湾钱60块，60块等于美金1.5块。那时候1:40啊，1.5。我每一天，我一个月生活费用至少的时候要90块，他60块，我要90块，我就没有办法能达到他的60块。啊，所以老师看到我的时候，我适应了5年呢，老师说不错啊，这样的生活，一生不求人，人到无求品自高啊。那人家说你每天吃的那么不好又那么少，不那不痛苦吗？不，我精神满足啊。啊，我工作能量的时候不输给别人啊，没有影响啊。到以后我才得出个结论啊，这个饮食是能量的补充，我们人像个机器一样，你的活动啊要靠能量来发动它啊。能量的时候这个机器有耗能量的，有省能量的，就像汽车一样，有省油的，有耗油的。啊，那这个到底它耗到哪里去了呢？我给老师提出来，我说老师啊，我有个体会，能量的消耗啊，应当95%消耗在妄念上。他说对了，越劳心劳力了，都很少。劳心劳力。消耗能量，消耗在妄想，啊，打妄想，这个消耗能量太大了，啊，所以佛陀在世，他们都是日中一时，啊，为什么？他没有妄想，啊，他天天保持着正念，啊，没有妄想，所以他消耗的就不需要那么多，啊，每一天补充一次够了。阿罗汉的9次地定。那个妄念就没有了，1星期吃一餐，辟支佛比阿罗汉功夫更高，半个月吃一餐，道理在此地啊。您说的阿罗汉就是普通的人，他证了这个阿罗汉果啊，对，就能这样啊，对，不错，啊，证阿罗汉果就是他能够把了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。决定没有执着了，这个人就是阿罗汉。我们有执着啊，凡夫有执着啊，没有分别的人是菩萨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人叫做佛。所以佛、菩萨、阿罗汉都是人。那凡人呢？凡人就是你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统统有，你是凡人。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赌博呀，嗯。那我们中国古人教给我们，赌博是没有好下场的。啊，对，没好下场，真的。啊，而且开赌场的人，我常常讲，
那是谋财害命。那一种行业，纵然你现在是得到一些利润，果报不得了，那是地狱果报。那人家会问呢、啊？现在世界各国都有股市啊。啊，对，是啊，那都在高度上，所以这个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会变成这么多灾难呢。科学家提出的警告，这是大家很多人相信的，啊，科学家提给我最近的警告是说，拯救地球的危机，整个人的危机啊，只剩下7年的时间。如果这7年人要不知道反省，不知道回头啊，就没救了。啊，现在什么还有7年？大家说7年时间还长，再过个2-3年恐怕着急了。那着急，大概来不及了。您能简单的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股市为什么像赌场呢？啊，这股市像赌场是大家都知道的。有的经济学家也这么说。尤其在这个香港，啊，香港现在买股票的人多少？啊，赌马的多少？啊，为什么呢？是用侥幸的心理去求财。就我赚了，就一定有人赔。啊，对，不错，是啊。对，不是这种正当的。啊，对，不是正当的，这是错误的。如果大家都用这种心理去生活、去赚钱的话，民风狡诈呀。没错。所以这个孟子说：“上下交真利。”其过为矣。这个话讲得很透彻。你现在看的时候，现在不是一个国家上下，全世界，所以它世界动乱，世界为矣。啊，你从这个因与果上来看的时候，古人就很清楚啊。你社会走向这个趋势还得了吗？所以中国古圣先贤，啊，用这个教学的方法。用这个因果、这个伦理、啊道德的教育，做什么防范人欲望的扩张？人有欲望，把它限制在一定的一个节度上，所以中国人讲礼，礼就有节，你不能超过，啊，所以不能不节，也不能超过，适当享受，适当，对，啊，所以中国过去人情往来。啊，都是送礼啊，这个节庆婚，这个婚丧喜，这些事情都有送礼的。你这家里面都有一个本子，啊，人家送我们多少，将来他有事情我们还多少，啊，不能超过太多，啊，跟他一样或者多一点点。是，哎，不能比他少。礼节啊，礼节嘛，它有节度嘛。对。人情厚道，对，人情厚道嘛。那这个世间呢，贫富贵贱本来就有差别的，而且这是客观存在，哪个国家都是这样啊。在我们中国呢，管这叫福报不一样，福气不一样。现在我们要请教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经济学家回答不了的，但是我相信他们也很想知道。比如说一个福报很小的人，鼓励他贷款，借给他很多钱让他去消费，啊，刺激他消费，他会有什么果报？这种现象在西方人是常见的，但是在过去的中国人绝对没有这个现象。自己贫穷没有福报，可以去乞食，乞丐要饭，得要饭呢，要饭。他没有因果责任，为什么？人家是布施给他的，他不是抢来的，不是偷来的，他吃的得到的时候，他也能够很安然的受用啊。如果是负债过日子啊，这个比乞丐的时候果报啊，那还要可怜啊，还要可怜，这是中国人决定不能做的。那么贫富之间这个差距，在事上讲有，在理上讲没有，啊，理太深了，啊，不是一般人能懂得的，啊，
理上讲是，你觉悟了，觉悟到自性，自性是圆满的。啊，你看佛在这个大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自性，它是究竟圆满，智慧圆满，德行圆满，才艺圆满，福报圆满，而且是平等的。人人如此。人人如此。啊，但是为什么呢？你现在跟佛是平等的，你现在为什么不平等呢？你迷了自性，迷了自性呢，你有了障碍了。有障碍的时候，你这个福报不能现前。就好比说，你是个大富长者，你的钱都在银行里，现在你身上的时候一毛没有，你吃饭还得叫钱都讨齐，啊，为什么呢？钱不在手上，你是真有钱，你拿不出来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所以迷了之后。六道众生都迷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摆摊子吧，啊，做小买卖吧，就搞这样子，就是说你的性德不起作用了，那就要靠什么？靠修德。修德每个人修的就不一样了。您说的就是种点善因，结点善果啊，对，就是、靠这个过日子，就靠这个过日子，就跟种粮食一样。啊、对对对，这个是哈，你种的多就收的多，种的少就收的少。修佛法不需要这样，自性显现出来之后，哦、对。那要见性之后才行，没有见性都要靠修德啊，所以佛法重很重视修啊，啊，你不见性的时候你完全靠修德了啊。那么这个财富啊，确实你说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不要说别的吧，这一生当中我们做的这个布施的这些事情，自己问自己就知道了，做的多不多，做的是不是非常欢喜乐意去做的，不带一些勉强的，这种都问题都很多啊，对这个福报的赠损呢有很大的差别了啊。所以说是你是很欢喜布施啊，喜欢帮助别人，你将来得到就很容易。你不是做买卖，无论做什么买卖他都赚钱，为什么？你命里得有。有人说赚钱赚得好辛苦，就是你布施的时候心里不甘心不情愿，看到人家布施，我布施又不好意思，忍痛布施，哎，还是能得到钱，得到的还来的不容易，很辛苦。您知道现在还有一类社会上很普遍，这个钱挣了很多，他一挣到手马上灾难就出现了啊，对，他有的人还马上就死了，对，这个大房子刚刚赚到手，人去世了啊，对，这个家里突然接二连三的出灾难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他没有那么大的福报，福报来的时候被福报压死了，装不下。对，真的，官运也是如此。我们在以前年轻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听说他的地位的很高，是个少将，啊，少将升中将的时候，听说上面已经批准了，但是还没发布。消息走漏了，他很高兴，啊，请的这些朋友们在一块吃饭，喝酒的时候啊，这一下就喝了酒，就在酒桌上就死掉了。人家说他只有一颗心的命，没有两颗心，两颗心就把他压死了。这有道理呀。看来这个福报啊，这个财富不能去争，不能争啊，不能争啊，哎，而且有一定的时节因缘，你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衰竭。都有一定的，所以来的时候你也不必欢喜，走的时候也不必懊恼，但是来的时候要懂得惜福，要懂得造福啊，要懂得佩服，那你这个福就享不尽了，你很长时间慢慢就享下去了。如果你糟蹋它，不知道惜福，不知道佩服，那福很容易就消掉，所以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。这个福报包括财富、名望、各种享受都是在里面，都在里头，都在里面，所以样样要戒慎啊，尤其是现在这个世界上灾难这么多，能源资源缺乏，我们对于物质更应当爱惜啊，所以一粒米一滴水都不可以浪费。但是您知道现在西方这些首脑对策金融风暴啊，经济危机的这个方法就是扩大消费，刺激消费，错误，完全错误。所以将来的时候，也有人看出来，
他说将来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，中国人比外国人的时候要轻得多，因为中国人懂得惜福，中国人能够吃苦耐劳，外国人享受惯了，一下叫他降下来他接受不了。哎，中国人苦日子过惯了，再苦无所谓，哎，他没有什么感受啊，可是外国人那个感受就大了。一个人的福报，我们打一个比方，就像这一杯水一样，啊，比如说这是他能承载得了的，对，如果使劲赚钱啊，这些名望啊，这些各种享受，就像使劲往里加水一样，它是到了一定程度就要往外流。没错，对人来说这就是灾难了。对，确实如此。那有人就想问，我很想当一个大杯子，我不愿意当福报小的杯子。那是量不一样。这个量有什么决定呢？每个人心量是分别执着决定的。心的分别。对，不错。本来量大家都是一样大，所以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这是佛经上讲，这是大家平等的。现在为什么变成小了呢？甚至于小到两个人都不能够相容。夫妻吵架。夫妻吵架吗？夫妻离婚吗？是不是？两个人都不能包容，这个量就太小了。就福报太小了。那就福报太小了。啊，所以中国人一个谚语说，量大福大。哦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对，量大福大。福大的人决定量大。所以要学着包容。华严经给我们讲性德里面，他讲四种性德，最后一种啊，就是含容空有。那这个量大，空是虚空啊，多少都行，有是万有啊。对。这含容空有啊，就是平常讲的心包太虚，这不就是含空吗？这个量周杀戒，这不就是包有吗？所以要有这样的度量。我们老祖宗一直教给后代啊，就是要厚道，要厚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对，要厚道，让子孙后代在培福的意思。不错，不错。而且教育非常重要，这个是古老的谚语，一句话说。有文化，就是有教育。你这个家里孩子有教育，虽贫，贫不过三代，一定要发的。如果没有教育，家庭虽然富有，富不了三代，它摔掉了。因为他在折福。对，前面那个是在培福啊。对，所以中国懂得教育，唯有教育能致富，能致贵，富贵都从教学里头得来。现在家长啊，都学国外啊，这些怎么爱孩子呢？给他钱，给他美金，去外边消费去吧。这是不是很像往把这个杯子里的水再往外倒？对，这个是错误。这是在折损孩子的福报。对，不错，这个不懂得教育。小孩这样养的时候，将来问题很多，会有灾难，会有灾难，不孝父母，不懂得人跟人际的关系，养成的是功高过慢，狂妄自大，这麻烦最大了。您刚才讲，两个人都容不下，就是心量太小了，心量太小，福报太小了。那我们讲，人有人的福报，一个家也有家庭的福报，没错，没错。这个国家、民族，它都有各个不同的福报，整个世界有世运。这个是怎么讲法呢？在佛法里面讲共业的果报。过人是别业，过自己造的不一样。那两个人以上就是家庭就共业了。我们就一个家庭，在从前家庭是大家庭。这个人丁不兴旺的话，也有一两百人；人丁兴旺的话，这个三四百的是很普通的家庭。五六辈的时候，那是望族了，那就很名门望族，对，望族，所以他是大家庭，大家庭没有规矩还得了吗？小社会，所以《弟子规》呀，就是过去这个各个家庭里面的家规里面必须要修学的，就是必修的113条。
啊，另外还有他自己家庭里面特别的教训，那什么，一定与他的家业、家道、家学有关系的，他再加几条，这是共同科目。啊，所以中国人重视啊，为什么呢？家和万事兴啊，齐家治国平天下了。所以现在中国人可怜，家没有了。现在不是，现在家庭不是中国人讲的家庭啊！啊，现在这个家、啊、不是，中国人家庭那是一个家庭，就是一个村庄啊，几百人就在一个姓，一家，五代同堂啊。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家有家运啊，对，国有国运，啊、对，民族有民族运，没错，像您所讲，没错，世界有世界运啊，没错。那么，比如说现在眼下就有个例子啊，像冰岛。他一年的财政收入是100多亿美金，但是他的这个治国理念呢是西方的经济学的，他负债1000多亿美金，那他子孙后代怎么办呢？那孩子生下来之后就是负债啊，这个是绝对错误啊。如果是中国人的话，你比如像在冰岛这个地区的时候，他靠什么？所以中国人讲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他是打鱼，对呀。哎，他就靠打鱼这个生活世世代代能维持下去，他不会负债呀、啊。啊，而且过这个日子的时候，实在讲过得很狭义啊，过得很自在呀、啊。啊，何必要东方这些科学这些东西？啊，竞争嘛，大家都要。哦、啊，那竞争之后的苦头太大了，你付出的代价太凄惨了，得不偿失啊。你想想现在人的心里，就谁愿意人家瞧不起自己呢？谁愿意被别人说成是落后的民族呢？啊，那不是这样的，落后不是真正，未必是真的落后，不应该跟他们一般见识、啊、不需要跟他一般见识啊。我们虽然这个贫穷，生活好像不如你，比你苦一点，我们苦中有乐，你们虽然觉得乐中有苦，不一样，您能够看到苦中乐，乐中苦，你心就平了。这是真相、啊。真相不错。世间真相。啊、哦，世间真相。我相信，您老所讲的这些经济学的理论啊，跟经济学相关的这些理论和方法，我相信您肯定是几十年来一直都是这个态度的。那我就有个体会，作为记者采访，如果是在10年前或者是5年前。我来专访您，您这么讲，我相信那会儿很多人摇头，他不能相信。但是现在，大家会相信了。对，不错。那么我提这个问题的体会是，人有一个特点呢、啊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不错。我们怎么能让大家看到这个节目？他有些人还没见到棺材，他就能及早的回头，及早的得救。嗯，不要紧啊，他这个这是个人的事，也是说讲运的，运不相同啊。福报不同，他现在哎，他现在时候没到，到时候的时候他就已经觉醒了。所以佛度众生呢，常说得度有缘人。啊，那个有缘是什么呢？他缘成熟了，机缘到了。佛度有缘人，不错。他要是机缘没有到的时候，佛跟他讲也不相信啊。放在手边他都不看的，哎，他不相信啊。哎，必须到他的时候，尝到苦果了，他才会想。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经济，它和政治啊是连在一起的。那么西方的价值观是民主，我说美国必须要实现民主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们有根呐、啊，你们都是从欧洲以来的移民啊，原来就是分开的、啊、对，你们是没有这个传统啊，你们不是一家人呐、啊，不是一家人，大家在那都摆摊子，都摆摊子，那对外搞个代表，当然要选一个人来做代表嘛。我说中国制度不适合美国，美国制度不适合中国，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啊。那是一家人一家族经营的一个老店啊，所以你是不可以这样说法的。他们是100个家族合在一起也不行，用那种也不行啊，不行。但是不管是君主是民主，最重要的还是德行，德行啊，对，只要有道德有仁义，民主好，君主也好。如果没有仁义道德，君主不好，民主也不好。您说领导人对，不错。所以你从这个想想，你要晓得国民教育是多么重要。
所以国家之兴衰呀，不在乎政治的体制，在乎伦理道德的教育。人存正气啊，对，不错，人亡正气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孙中山先生推翻这个专制之后，他搞一个党，啊，一党专政，我倒是挺赞成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一党依旧是一个大家族，这个政党是个大家族，在过去是一家人统治这个国家，现在是把整个国家里的精华集合起来来管理这个国家，这个理想是很正确的。很可惜啊，他60岁就死了，他没有实现他这个理想，啊，所以后来的集成的人不能够集成他这个志向。你也不赞成有反对党？啊，没有反对党，他怎么可能有反对党呢？有反对党，你不就树敌了吗？啊，仁者无敌。对嘛，是他怎么会有反对党呢？那西方民主他就有反对党啊？不可以反对党。中国是不适合。我这次告诉这个澳洲，我这个陆克文总理啊，我就告诉他，不要有反对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那个时候在的时候，他是反对党，啊，他们这个国家自由党跟这个工党是个有反对党的，一个执政的一个反对党的。我说你不可以，你执政了之后，把所有的反对党的时候都要常常请他们吃饭。都是变成最好的朋友，变成自己兄弟一样，啊，这个国家会兴旺，啊，这个国家有很多政党，政党是兄弟，政党是亲人，一家人，哎，不是反对的，一致成功了。西方民主有个观点，就是得有人监督你，就是得有一个反对你的人一直在监督他。不是，那就是制造对立，啊，制造纠纷，很多人，啊，制造动乱。这就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来源。你以真诚心对待你是这个反对党，你提供意见好的，我接纳，我马上就执行。啊，你挑剔我的毛病，我反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怎么会对立呢？我说你这样做总理，你总理当一辈子，为什么？没有一个不服你的，没有一个不赞叹你的，啊，没有敌人，没有反对。你真正能做到这一点，前提是这个领导人要先做到这一点。啊，对对，领导人一定要能够接纳任何人的意见，不同政党提出的意见是好的，照做。心包太虚。啊，对，不错。哎，为全民利益，不是为自己一党利益，不是为个人利益，大公无私啊。那有反对党也变成不反对党？啊，对，不错，有反对党就都变成朋友了，都变成真正帮助你的人。啊，而且是反对党里的人才是一样要用。我请你入内阁。啊，我不因为说你是反对党，我们就不让你进入我的内阁，不可以。啊，所以中国人讲仁者无敌，啊，仁慈的人没有敌对的。如果反对党对这个执政党也有信心了的话，他就不是啊，对，就是讲个事啊，有信心，一条一条心嘛，一个目标嘛，一个方向嘛，哪来的反对？西方很多国家还有这种思维啊，就认为这个国家如果不符合西方民主的这个价值观的话，它就是落后的，哎，要被历史淘汰的。他们有的时候还会动用这个武力啊，去来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，所以很多国家错误的，对，所以很多国家他们就讲。你们倡导的是民主、公平和自由，对，但是你们最先破坏的还是你们，没错。所以现在很多国家，尤其是一些民主国家，后来的这些国家，他们会提一个问题来请教您呢，很想学习民主，但是榜样在哪里？嗯，对，榜样现在找不到，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榜样。为什么没有榜样？你要知道，老祖宗的文化丢掉了，所以样子没有了。中国古时候是以尧舜为榜样。那如果在美国来说，就美国开国的这前面几任总统是好榜样，确实他还讲义气。各个国家都把老祖宗忘了。对啊，尤其科技发达之后，都以为自己超过老祖宗，
老祖宗不行，我们比老祖宗能干多了，毛病出来了。这个瞧不起老祖宗就叫大不孝啊。那么无论是东方西方传统的文化，你包括宗教在内的时候，要头一个就是孝顺父母，这是人类共同的，共同的，不错，共同的。你连祖宗父母都不要了，你还会，你还能够爱谁呀？不管哪个国家，哪个族群，只要违背这个共同规律，对，不错，灾难，哎，对，灾难就会有了。在2000多年前，孟子啊，曾经有过这样的主张：民为贵，君为轻。而且呢，他还有这样的话，叫“君仁莫不仁，君义莫不义，对，君正莫不正，君正莫不正。”也就是说呢，对，你领导人没错，要是仁义了，不错，天下就都仁义了，不错啊，你正了，天下就都正了。那上行下效，反过来，下边如果不仁不义不正，都是你领导这个阶层的责任。没错，我们看了这个话很感叹。没错，这不就是民主吗？哎，民主就是人民排在第一位啊。对，那中国自古以来，古圣先贤没有不爱民的。那我们受了这么多年的几千年来这种儒家的教育，那岂不是说都是民主的教育？是民主，是的。他君一定爱民，君要不爱民，他的政权会被别人推翻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为什么会改朝换代呢？末代的皇帝不爱老百姓，就不遵守啊，对，没错，这个民主的教育了，不遵守祖宗惩罚啊，祖宗现成的这个法规，他不遵守，他就得亡国。所以我为什么赞成君主啊？这个君主啊，帝王选继承人，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让全国最有德行的、最有学问的老师来教他的儿子。你现在民主选一个，没有受到这么好的教育啊，这种教育太难得了啊！你看太子啊、太师啊，这个老师教导他的时候，还有这些政府这些这个政要的这些子弟陪读，那就是培养下一代接班人啊。这个太子是皇上，底下的是文武百官大臣呐、都是他的同学、都是这个好老师教出来的，所以他们的是见解相同啊。这我佛家讲见合同解啊，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共识，就是老师指导之下啊，上一代的老皇帝亲眼看到的，底下这个班子起来了。这是民主里头做不到的呀。西方民主绝对没有这些东西，做不到的呀。所以你也看到中国传统这个东西，你不能不赞叹它了，它真好啊。这个孟老夫子这六个字啊，民为贵，君为轻。那么您参加联合国会议那么多次哈、以您的体验，是不是这六个字全世界人民都哪个国家都欢迎吧？都欢迎，没有不欢迎。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中国东西，我跟外国人谈的话，都没有遇到反对过的。你说我们这个佛跟儒家的东西，我常常跟其他宗教，跟伊斯兰教、跟印度教、跟锡克教谈，他都能接受，都欢喜。我以为还要跟他辩论的了，结果一次辩论的机会都没有。那能不能说我们传统以来的这种教育啊，这种政治方面的教育，对领导人的这种教育，对，是最符合人性的，对，是符合本性的。所以我们以后了解到中国儒释道三家，他们的东西是从自信流露的，自信是一样的，所以他能够接受啊，他不是自己创造的，不是自己发明的，不是我的意思、对，对，是人心大众都一样的意思。对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他是从自信流露的啊。所以夫子讲他述而不足，信而好古啊，非常有道理啊。古圣先贤，因为他没有自己，他没有私心，他是从真心流露，真心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放之四海皆准。那后来很多帝王啊，
他们这个被后世子孙甚至载入史册呀，留下了骂名，都是因为他们违背了这种教义。没错没错，违背，并不是这个教义本身有问题。不错，我们传统圣贤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误解，这个误会太深了。不错。五四以来一直在打倒封建啊，对，不错。所以说我们不民主，所以现在的时候吃这么大的亏，受这么大的灾难，这些人都要负因果责任。让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迷信西方，不错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就是在前不久的时候，您老在讲经的时候，前不久我记得您也讲过这样的话，就是西方国家将来他所受的灾难磨难，会比我们这个民族过去所受的那些灾难还要多，大家可以慢慢的看。对。那有人会问为什么呢？他们很强大，现在很繁荣。他们所造的因太重了，因为他们所作所为误导了全世界，他要不要负责任？所以中国人论因果，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不是看因果的现实，看因果的影响，它影响的面多大，影响的时间多长，那个罪就多重。如果我写了一本书，这个书是教人做坏事的，对，教人做违背人性的事情的，对，不错。虽然表面让人很多人发财很繁荣，对，这个书流布全世界啊，不错，那问题写书的人，那个可不得了了。那个在佛法讲的阿鼻地狱的罪业，一定堕地狱。不错，他堕罪，对，得到地狱，他受的罪，受罪的时间，就跟他这些言论的时间相等。他的多广，那他罪就受多大；他这个流传的时间有多长，影响多时间多长，他就受罪多长。可怕，非常非常可怕。有一些现代的物理学家就来证明啊这种因果定律的科学性，说这个发出去的这个做的这个事情啊，发出者啊实际上是在发出一种能量。没错，是的。哎，这个能量会有一个反作用力。对，不错，它绝对是不生不灭的，那么一定会作用在自己的这个身上。 对，你发出去是恶的，那收获一定不报是恶的。不错。果报如果要是太恶，就是地狱了。对，所以他们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，顺便请教您老人家，说人间也有地狱。这个人就讲人间地狱在哪里，他说你看在那些医院里边开膛破肚的，受尽了苦楚的，哦，那些贫苦人，那些病人们就仿佛是在地狱里一样。没错。能这样解释吗？能，佛法里头有这个解释啊。所以佛讲设法界，人间里面就有设法界，有人中之佛，人中之佛，哎，人里面的佛，人里面的菩萨，人里面的天人，人里面的畜生，人里面的恶鬼，人里头的地狱。恶鬼的特点是贪心呢，对，那么人间的恶鬼就是贪心很重的人。没错，贪心很重的人，见利忘义，都是恶鬼。人中之鬼。对，是啊。哎，现在虽然没到轨道，已经在轨道里头注册挂号了，肯定去。哎，那鬼的形状就现出来了。鬼是贪而无厌的，普通人也都能感觉到。啊，对，是感觉到啊。这也是规律。啊，对，规律不错。民主制度底下没有人才，没有人才。对，哪一个读书人会到外上街上去看的？我怎样怎样。问你们投选我一票啊，那个这个不如我，那个也不如我，这话能说得出口吗？人之常情啊，说不出口啊。啊，所以你要是选举的话，确实真正是人才都有羞耻的人不会出来。那么出来的人你就晓得是什么人呢？没有羞耻心啊，啊，出去给人家争啊，哎，这事是个好事吗？不是好事啊。你担当这个职位的时候，你要负起了重担，你这个担子挑不起，你就得堕地狱。那么这个选举选你到地狱去，负因果责任。对，谁不害怕了？
啊，这个责任在古时候就讲得很清楚，叫君亲师。你这个国家领导人说，这三个是你的天职啊，啊，军师是你领导，你把这个国家的时候领导到哪里去？啊，亲是什么？你是他们的父母，你要养育他们。师是你是他老，你要教导他们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做这个一个国家领导人，你要教导这个国家的人民，你要领导他，带路带他，啊，走向那个好的方向，幸福美满。你要照顾周到啊，面面都要照顾周到，跟亲人一样，这三个字做到是你的本分，你应该要做到的啊，没什么功劳可选，是好说的，你做不到你就有罪啊。你说是这个多严格了，君亲师三个字，这个就像这个人，就像这个杯子的水一样哈，对，你能有承担那么大责任，对啊，能装那么多水，你可以去当这个领导人，不错，装不了你去、哎、你去非得要去竞选、哎、不可以，你有灾难，就灾难不可以啊。所以你想想，他选上去这些人，他用的这些幕僚里头有没有真正人才呢？不会，真正人才是羞于为他工作，替这种工作这人去卖力，不是丢人吗？就是原来有这种德行的人，用这种竞争竞选的方法，他也变得没有这个，没人才了。所以真正这世界上人才到哪去？隐没了，这隐居了，不好意思争的人都藏、啊、隐居，也不一定隐居了，有人做生意去了，隐于商啊，但是他经商，他有商道，他有道德，他不害人啊。那么像这些这个僧道里面隐居的时候也不少，那老百姓就受苦了啊。对，真正有本事为人民服务的人没出来、啊、对对对，不错。但是这些人也很慈悲，他会教老百姓啊，所以在教育界里面学也有不少。老教授，我们再把刚才的那个问题呢，我们再来向您请教一下。有人就反省，第一个，这个案例说明西方教育的失败，第二个，竞选就是民主制度的失败，他们总结的有道理吗？不能说没有道理。在整个的来讲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这一代，不止这一代了，大概过去啊，推上去至少是三代到四代，我们把伦理、道德、英国的教育丢掉了。伦理主要是讲人与人的关系，道德是人与人相处的规范。英国之发生可以说跟宇宙的起源是同时的啊，善因一定有善果，恶因一定有恶报。是在过去历代我们把这个教育抓得非常之紧，所以多多少少人还有点良心啊，虽然是做恶，它还有个限度啊，它还有畏惧。如果这三种东西没有了，那真的叫无法无天了。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因果，哎，我们就发现人类历史上啊，几千年当中真正的杰出的政治家几乎没有是竞选出来的。你比如说像在中国，诸葛亮，对，范仲淹，对，这些千古名臣呢、啊、对，不错，那举世瞩目，那都是很少见很少见的，不错，名垂千古，他们都不是竞选出来的。对，诸葛亮三顾茅庐，不错，求请出来的。那如果要是用现在这种竞选制度，很有可能诸葛亮不可能，不可能出现，不可能出现，不可能出现。那历史会被改写？会，确实。这种制度出不来好的领导人才吗？竞选制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真正好人才不愿意去参加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谁愿意到街上自己？这个自己赞叹自己，这在佛法里面说是犯戒的，啊，佛法叫自赞
回他，这是重戒啊，赞叹自己回报别人，这是什么话呢？这首先你的德行就没有了。人类的普遍的美德是谦虚，对，不错啊。那破坏人类谦虚礼让，礼让，对。那破坏人类普遍公认的美德，对，首先第一个就是竞选呢啊，对，不错，现在都是说我好你差呀，不错，攻击对方啊，对。所以现在这个政治，这个政治我讲了，无论是民主君主不是很重要的，最重要是教育。如果真正人都能够学到仁义啊，仁者爱人，义者就是我们今天讲合理合法合情啊，古人的解释，义者循理，遵循道理，不可以违背道理。我们讲的是人情过法事理啊，情理法都不违背，这叫义啊。所以人要是讲仁爱人，又遵守这个三个大原则，不会做坏事情。这是天理啊，对，人情过法，国法对。现在有这样一个普遍的舆论，第一个认为呢，要有监督，这个国家呢要有监督执政党的这种力量，才会出现公平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要民主，要竞选出来，这才会好。对，这样分析起来都有问题啊。问题有问题，不在乎这些。我们现在细心就观察，制度是其次，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人的本身，就是人的素质。今天讲素质教育，如果人是好人，什么制度都好；人要不是好人，什么制度都出毛病。中国老祖宗教育后人有一句话我们印象很深，就是说他告诉领导人，凡是那些自我赞美的啊，说我自己非常非常好的，说你千万不要重用他。为什么呢？流弊就是容易对后世造成影响，没错，对你以后造成影响，没错，没错，因为这会鼓励大家起来竞争，不错，削尖了脑袋去争，不错，不错，到最后你这个领导人会怎么样呢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分不出来，全都说自己好，不错。所以说我对这个刘弼啊感慨很深，对，发现呢现在人你去跟他谈刘弼，他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对，不错，他都是显得眼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也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啊。对，这个刘弼可以说从满清亡国之后越演越烈，演到今天。不能够不知道啊，所以归根结底还是素质教育比什么都重要，一定要抓紧这一条。只顾自己只顾眼下，这样是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政治家，那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们再来说法治，现在很多中国人的梦想啊，是建成一个法治社会。我们好像也努力了很多年，但是现在大家发现这么一个情况，就是说，人要守法，他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说他有守法的愿望，他能够守法。我们分析了一下，这是道德的表现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那么这就回到了一个老问题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哦，人要是想人人都去守法，变成一个法治社会，前提是人人是一个有道德的人。我操！那就回到了我们老祖宗的那个，没错，是的，那老祖宗的那个宗旨，对，就是以德治国，以道治国，没错，以德化人，不错，那不是中国的说法吗？对，中国人讲的说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，最高的是道，啊，最低的是礼。法在理的下面，理没有了，这才叫法。法不一定能维系住社会，为什么呢？钻法律漏洞的人太多。很多人看完您的节目之后，才豁然开朗，恍然大悟。啊，原来法治社会的前提是道德教育。对，不错。哎，没有这个。仁义道德的基础，法治流弊就非常非常之多啊。法律什么呢？实在讲的说，
被那些一些少数人利用了。真正的一般善良的老百姓，他不懂。吃亏的是人民。很不幸啊，今年我们听到过两句这样的话，一句呢是胡主席提出来的，胡主席讲呢，很多有一些官员呢已经麻木不仁了，还有一句呢是温总理讲的，说一些企业呢没有了这个做人的道德，他们已经丧失了良心。对，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，现在不是道德的问题，是他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。没错没错，那这比道德又退了一步。对，不错。那怎么办呢？不错，这个，我们就是在汤池啊，就是做了这个实验，看看中国最基本的、最底的这个底线，啊，再不能是越过这个底线就不是人了，所以这就是个畜生没两样了。这个底线就是《弟子规》。那么《弟子规》的教育是我们做了个实验的时候，实验成功了，证明老祖宗讲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是真的。啊，只要你教，啊，所以“狗不教，心难迁”。只要有人好好的教、提倡的时候，回头的人很多。啊，不到半年，这个小镇的居民48000人，居然他就回头了，就醒悟过来了。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啊，所以有很多人以为说，哎呀，这个法师有好大的威力，错误了。我有什么威力啊？老祖宗的威力，弟子规的威力啊，感应篇的威力，十善业道的威力。不说，如果不想干，谁去做，谁就感受到这个力量强大。我们了解到，原来司法部的副部长高副部长去参观汤池，啊，几天之后，最后呢，他一开始什么话都没有讲，很谨慎的，最后讲了这样一句话，说今天汤池小镇的经验可以救中国。对，这是他说的，高昌礼先生说的。我想这是由衷之言啊，由衷之言啊，所以。这个世界到现前这个阶段有没有救呢？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。只要能够推行传统教育，中国有救，世界有救。啊，和谐社会可以落实，和谐世界可以促成。啊，但是这个要国家领导人，要媒体。您多次的强调这两点。实在是因为影响太大了。对，一个是国家领导人，一个是媒体。对，这个东西一结合，你像现在混乱的局面，我相信一年的时间，中国社会就恢复到真正是太平盛世，和谐社会。哎，和谐社会。确实，所谓的是夜不闭户。路不拾遗是真正可以做得到的，其实就是把汤池小镇啊，对，扩大一下，不错不错，原理是一样，方法一样，方法一样，不错。再加上这两个重要的因素的啊，对对对，不错，推动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治乱呢，啊，这个是反正拨乱的话是有效果的，中国人是有方法，有这个智慧，有这个经验。啊，有这个历史教训，只要我们自己肯定它，啊，我们接受它，我们依教奉行，就能做到。现在有人提这样的问题，说我也知道良心是好啊，这个我也不愿意昧良心做事情啊，但是周围人都不讲这些东西啊，那我没关系，我们能影响周围人。所以这桩事情我们提出来是从我心做起，从我家做起，然后从我村做起，从我镇做起，从我县做起，一层一层扩大。城市里是从我这社区做起啊，对，不错，
所以一定是从我做起，不要问别人。我做了会影响别人。还有一些个别的人会说，我这么做那人家不欺负我吗？没有关系，不要怕人欺负，不要怕吃亏。老祖宗说的，吃亏是福。那佛讲的时候，人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是上当的人，没有一个占便宜的人。为什么？因果通三世，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。占不了，占不了。要相信老祖宗。对对，要相信老祖宗的话。老祖宗是不让，老祖宗是不会让子孙后代吃亏的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对后代子孙爱护备至，你要真正能体会他，你才会感恩。因为我们这些古圣先贤，这些先祖的智慧，今天看起来，这些外国的科学家、专家学者，包括元首，都举手赞成啊。对，确实，我们跟教王这来谈的这些问题，还没有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。针对西方的价值观，您曾经讲过，看似平等，实际上最不平等。对，要举个例子，现在大家是什么情况呢？都是朋友。什么叫都是朋友呢？就是老师跟学生是朋友，父母跟子女是朋友，大家都是朋友关系，好像这是一种潮流。但是在您看起来，看似平等，实际上最不平等。对，您能给大家破迷开悟指点一下吗？朋友的关系跟父子的关系不一样，父子里头有亲情，有亲爱。朋友在从前有道义，现在道义没有了，有什么呢？厉害，这还得了吗？亲情里面只有付出的，没有求回报的。父母对子女是这个付出的，子女长大对父母是付出的，都没有任何回报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人们的天性。连畜生乌鸦都会有反哺之恩，所以人到这个时候就连畜生都不如了。畜生有互相照料。我有一次在这个澳洲，我住在乡村，有一只小鸟死了，这个掉在了地上，另外一只鸟可能是它的伴侣，就在我们把这小鸟就埋在这个，在地下挖个坑埋在下面。那这个小鸟的时候，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才能绕圈，三天不离开。这个鸟是一定是配偶，你说它有那么样深的情？畜生尚如此啊！我们人想想人，今天跟畜生比，不能相比了。现在首先是钱。对呀。所以我们很感动啊。现在这小鸟我们埋在那个地方。听到您讲这些，我们之所以感动，听到这些畜生的故事，人之所以被感动，是因为他那个性是一样的。对，不错，性是一样的。对，对。父母和子女之间，亲人之间是无条件的。无条件的。所以中国的教育是从这里兴起的，这最古老兴起的。教育的目的，第一个目的就是这种亲情如何永远保持而不丧失，这是中国教育头一个目的。第二个目的，这种亲情怎么样把它扩大，扩大是你爱兄弟，你爱家族，你爱邻里乡党，你爱这个地方，你爱国家，爱民族，再扩大到最后凡是人皆学爱。所以中国这五千年的教育是什么？爱的教育。从这个父子有亲，对，这是点放大。对，这个是点，原点。原点所以原点就是个孝字，孝是个会意，你看上面是个老，下面是个子，说明什么呢？父子是一体，现在讲也代沟，中国没有代沟就不孝了嘛。
连在一起的啊，对，是一起的啊。那父亲上面还有父亲啊，所以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是一体。所以外国人对我们祭祖的时候，他莫名其妙，那祖宗几千年的祖宗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，你怎么还要去纪念他？他什么样子你都不知道。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。连几千年的老祖宗，我们还纪念他，现在的父母哪有不孝的道理？无条件的孝，没有条件呐、啊。所以感念老祖宗世世代代的恩德。这个情多厚，所以现在您这么讲完，很多人一下就明白了，现在这些家庭的矛盾都是讲条件了。那对，是啊，父母子女之间是有条件的，为什么大家是朋友？因为大家是朋友关系嘛，要先讲条件嘛，是无条件的才是正常的。无条件，就像您所说，这个孝这个字，对，是教育，是利那个字也是教育，对，所以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。那给简化了，简化是错误的，因为大家看到之后就不能觉悟啊，对，不能受教育，不错，他以前看的虽然念不出来，意思懂得。哎，你看到这个字，特别是篆字写出来的时候，那就像画图画一样，意思你懂得。你不知道在念什么声音的意思等等，这是全世界没有第二家的，所以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，独一无二啊！所以文发明文言文，这个很了不起。文言文是永恒不变，能够把几千年老祖宗的东西传给后代，不会变质，就是这个他得了啊。就是几千年之后拿起来一读这个文章，对，如在眼前，如在眼前，对。现在是拿起来是不认识，对，不错，是啊。文言文并不难学啊，在从前教文言文嘛，从小都是教文言文啊，所以老师教给我们是熟读100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，如果是阅读呢，50篇就够了，背诵啊，能背诵50篇文言文，读文言文的就解决问题解决了啊，所以从小在背书啊，这就这个道理 啊小孩你说这个是5、6岁的时候，这个上学啊，念这些东西，念到个8、9岁的时候，8、9岁就能写出很好的文言文。您知道这个西方啊，民主法治平等，还有一个是自由，西方也非常崇尚自由，是不是也可以说自由全部都自由了，是不是最大的不自由？自由这两个字很难讲啊，哎，那讲的透彻的还是佛法了，哎，如果你明心见性的佛法不叫自由，叫解脱，叫自在，没有障碍啊，那叫大自在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像孔子讲的，这个自由是由德行上提升的。孔子到70岁才随心所欲不逾矩，那就自由。啊，自由怎么呢？不管他怎么样的，他都自然合规矩，不违反规律。对，不违反规律。嗯，违反规律的自由，那不叫自由，有灾难，那叫作乱呐。那哪里叫自由啊？所以这连自由两个字的意思都不懂啊。那你说夫子讲30而立啊，这个40而不惑啊，50知天命啊，60而顺70才随心所欲不逾矩啊，到70岁真正到了自由了啊。所以这个是涵养的功夫啊，哪里是随便讲的自由？随你的这个贪嗔痴慢，那还得了吗？那这种自由是造无量无边罪业。那么这样看起来，西方的价值观里边呢，比如说民主，比如说自由平等，
就是很多这些，实际上只是形式上，形式上很肤浅，非常有问题，问题很多。啊，他所讲都不是实际。因为您知道，大家一说到自由，那就是谁也管不了我，那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这天下天下不就大乱了？社会就都大乱了。哎，今天自由，愿意杀人就杀人，愿意放火就放火，那得了吗？您知道现在在网上啊，还有这样的消息，就是因为西方人崇尚平等啊，人人平等。那么在西方，我们可以看到布什总统的一些漫画像，把他画得像小丑一样，啊，大家呢这个可以这个供人取乐哈、啊。那么现在许多中国人也在学这些，比如说在网上有这样的消息啊，但是他不敢丑化，他只是戏谑，只是调侃。不错。他针对的是领导人，他们认为呢，这是一种亲热的称呼，比如说，跟胡主席怎么称呼呢？胡哥、涛哥。温家宝总理呢，叫宝宝，叫小宝哥。这对些这些名词，西方人实际上，他体会得很肤浅。在涵养的时候，决定的时候，不能跟东方相比。东方这个人与人之间相处，这个最重要的是尊重啊，啊，所以他有一定的礼节，啊，礼他有一定的节度，你不能超过，超过是八戒，不能不道，不道是傲慢，是失礼，所以以礼维系整个社会的秩序。那么西方社会的动乱，就是他没有这种这个道德的这个标准来维系他，没有这规矩，没有规矩啊。国家领导人必须要尊重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对他不尊重，就是对整个国家民族不尊重。中国人有这种理念，那外国人不知道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尊重他，大家才能够遵守他的号令啊，才能够让他的时候统治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啊。如果对他不尊重的话，谁听他的？人人都不听领导的时候，这个国家就乱了，这个罪过可大了。所以在中国过去的时候，你是这个对这个国家领导人开玩笑的时候，这是死罪啊，最重的刑罚了。哎，跟这个哎，你这个晚辈对这个长辈的时候，这种开玩笑也不许可的。啊，中国在过去的法律，啊，我还记得，大概在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，我能懂事的时候。哎，所以李老师曾经提过的时候，我说我知道，我有这个印象，叫亲权处分。啊，亲权是就是父母对儿女是爱护备至啊。如果是这个父母说我这个儿子不孝，你们把他处死刑，没有辨别的，立刻就处死刑。啊，不用审。啊，不用审。啊，不是你父亲都不要，父母不要你了，你还能在社会上做人吗？所以在那个时候，这一条法律是有很多做子女的时候，所以纵然不孝，不敢做出不孝的样子，产生很大的效果。民国二十，大概二十，应该在二十六七年的样子，就是抗战之前的时候废除了。如果要过去要是戏谑国君的话，要处死，这不是说为了维护这个国君的怎么怎么、啊，不是，他是为了维护天下的秩序。啊，对，没错，维护整个社会秩序。否则关系太大了，否则就乱。哎，对，关系太大了。所以中国这个长治久安呢，它得来的时候它有道理的。啊，这是外国人常常想不透的，中国人有一套道理的。那是不是？在您看起来，这不是一个小事情啊，大事啊！这怎么小事？这名分呢、啊？长幼有序啊！
这个"长幼有序"四个字有这么深的道理。哦，深的意思太深了。他维系的是这个一个家族，维系的社会的安定。啊，所以你破坏这个秩序的话的时候，以后遗症麻烦了。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这种体会啊。嗯，总跟一个人开玩笑，总戏谑的那种调侃，对，心里很自然的就不把他当回事。对，如果我们把领导人也这样做的话，对，那这国家就真的你对父母对长辈的时候，这社会就乱了。他说话我们也不听了。对，就是在同辈分里面都有分寸，都不可以过分。我们再说下边还有个问题是科技的问题啊。嗯。2000多年前，中国有一个，其实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叫墨子，他做过一个小的飞鸟，是用木头做的。嗯。这个飞鸟能够在天上飞3天不落下来。我有机会在大学里边做汇报、做讲座，我就给大家提过一个问题：现在哪一个科学家能够造出来这样的飞鸟？啊，同学们确实是回答不上来，真的是没有。那现在科学家真的是造不出来这个。想请教您了，为什么我们中国古代有那么灿烂的聪明智慧，那么高超的能力，今天人都办不到？嗯，他为什么不往前推进一步呢？嗯，真有专家提过这个问题，在那本书上他就发出感叹：墨子，哎，他当初为什么不把这个推进一步呢？也许在推进没多久，登月的是我们中国人呐、啊，宇宙在天上飞行的就是自由自在飞行的宇航器，那就是太空飞船，是我们中国人造出来的。尤其是到后来，就是鸦片战争之后，西方的坚船利炮，尤其到现在，很多年轻人还都有这种看法。我们的老祖宗，他心里边很怨恨中国的老祖宗，为什么呢？你有那样的聪明智慧，四大发明都是你们搞出来的，你们为什么不造一些这种发达的武器呢？嗯，对，如果中国老祖宗也像外国人一样啊，外国人是急功好利啊，要这样这个世界早就毁灭了，不会存在了。所以中国人他有德行，他对于历史负责任，对后世负责任。如果这些东西发明出来了，如果与道德不能平衡，那个害灾难的时候，那就没法子顾及啊。所以伦理道德传下去绝不出毛病。如果说是这个科学技术传下去的时候，把伦理道德丧失掉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毁灭。那我们天天这个外国的时候，这很多报道里面讲，5万年前亚特兰蒂斯科学发达，比我们现在还要进步啊，那伦理道德没有了，没有人再相信上帝了。结果时候，那这种整个社会的淫乱啊，达到了登峰造极，使整个大地沉到大海，这叫大西洋，那时候大西国。哦，原来他们那个国家最后灭亡的原因之一是淫乱。对，对，不错，是的。嗯，还有科技啊，对，科技发达了，啊，就是外国人讲的人定胜天的。哦。哎，所以自己狂妄啊，啊，伦理道德不要了，哎，也不相信有神了，也不相信有上帝了。我记得您老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：约束别人那是很不道德的事情。对。但是从五四以来，很多人都认为传统的圣贤教育正是约束人性的，正是约束人们自由自在的。啊，不是的。那约束人，那种约束是约束你反方向的，你违背了这个信德的，是约束这边的，不是叫你发扬这个信德。那不是的，啊！你说这是我们从教育上说，你能看到，幼儿园的学生、小学生，
你看老师越说的东西就多，越往上面去呢，这个佛陀就有开放，到大学就完全开放了，啊，所以在中国教育也是如此，啊，你在说无知的时候，没有开的时候，那时候要约束你，啊，约束你，慢慢的提升，逐渐放长，到最后的时候，就像孔子70岁，达到真正自由。那个自由绝对没有丝毫弊病的，就像太空的那个宇宙飞船一样。啊，对，不错。哎，它可以呢，看上去是自由自在的飞翔，对，但是它有轨道。啊，有轨道，所以它不逾矩。它要是越矩就回不来了。啊，对，不错，它不逾矩。啊，那你们今天这个自由，有没有越不过这个伦理道德？就12个字：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你有没有违背他？啊，你能够得大自在，绝对不违背这12个字。这12个字其实也就是一个规律。对，信德，是自信的信德。在这个节目当中，我们刚才一直在谈到，就是西方的这些问题。那么下边呢，我们就来谈中国传统的古老的教育，就是仁义礼智信。那么我也经常听您老讲过这样的问题，就是说天地之间就是一个和谐，就是一个爱字。那有人就会提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天地之间它的最高原则是爱，而不是恨，而不是竞争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它宇宙本来是和谐的啊，这个道理要讲得很深的，这在哲学里面讲到本体啊，现在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到现在没有结论啊，每一个哲学家所讲的都不一样，但是都不能叫人心服口服啊。那么真正在东方的时候，这是佛经传到中国来之后，中国人对佛经真的要服了。我们中国也讲了，佛经没有来的时候，你说伏羲发八卦啊，从八卦里面讲的时候，这是最初，这是讲太极啊，太极生二仪啊，与阴阳，阴阳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万物啊，这讲宇宙这个起源。以后人说太极上面再加个无极啊，实际上这是没有必要的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，佛法讲这个本体是自性啊，自性到底是什么样子说不出来，所以佛经用4个字：不可思议啊，你没有办法想象，你说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它不是精神，它也不是物质啊，但是它存在，它永恒存在，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。认知我们这个思想达不到。这个佛法讲，我们的思想就是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决定没有办法超过阿赖耶啊，所以第80，在第80的范围之内，你没有办法超过。超过这上面，这就是本心啊，所以你没办法超过那什么，你只有不用这个东西，不用心意识，心是起心动念啊，意是执着，识是分别，你只要能够说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那你就见到了啊，你就完全明白了啊。在华严经佛讲的这个名词叫自性清净圆明体啊，提着本体，这个东西本体它什么样子呢啊，它确实它是自性是本性啊，没有生灭的啊，它圆是圆满，圆是明，圆满没有一点欠缺啊，明是光明，明是讲智慧啊。那么那个圆里面是讲什么，就是我们讲的道德啊，伦理道德，这在缘里头，还有我们讲的福报
佛法不讲佛，叫相好，啊，通通在这个圆里头圆满。他有具足，但是他没有这个圆，他不现。不现，你不能说他没有。啊，所以我们六根接触不到，我们看也看不见，啊，听也听不到，摸也摸不到，我们用心想也想不到。啊，这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呀，你都接触不到。所以用个空字的代表，这个空不是无，这空不好懂，它空也有，它能够出生宇宙，所以宇宙从哪来的？是从这变现出来的。怎么变现出来的？佛法讲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呢是非常非常微细，我们没有办法觉察，啊，起心动念的速度，那弥勒菩萨跟这个。释迦牟尼佛的对话就在《发愿注林》第八卷里头有这么一段话，啊，佛问弥勒菩萨，我们凡夫动个念头，这念头很粗啊，细分这个念头里头还有念头到底多少年，啊，弥勒菩萨说这些弹指时间很短，啊，这些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啊，单位是八千，百千是十万，啊，32亿乘10万，就是年啊320兆。这一弹指有320兆的念头，那我们弹指1秒钟大概弹4次，那才乘4，乘4那就是1280兆分之1秒。就是这是讲宇宙的真相。所以，物质跟精神跟因果同时起。啊，你迷了之后，那就念念都迷。所以我们现在六道众生看的现象是什么？是相似相虚相，不是真的啊。所以佛讲万法皆空啊。大般若是佛一生讲经的时候精华的部分，啊，而讲22年，总结就是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这是讲到最后的这个结论，就是事实真相。所以你要是悟入了，你自自然然跟自信合而为一，合而为一的是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才艺、无量相好，那就我们讲极乐世界、讲华藏世界，那是美不可收，是吧？它是圆满的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我们今天还是住在这个世界里的，迷了。迷了之后啊，它就变质了，所以变成六道，变成轮回，变成三途，扭曲了。您说的这个境界，人人都能进，人人对都能证得，啊，都能证得，按照这个方法就可以，啊。所以佛是科学，是他叫你求证，不是叫你相信。那么一般在社会里呢，人们总是要对那些很辛苦的岗位啊，对那些职工们呢，表示特别的感谢。你比如说像扫马路的、掏粪工的啊、做掏粪的这些呢，清洁工也好啊，哎，都要特别的感谢。那么现在有的学生呢，就提出来这样的问题，我不知道您老人家怎么回答他。有年轻人就说：“我为什么要感谢他呢？他挣他的钱嘛，我交给他钱嘛，我是付过钱的。那他干的工作那么辛苦，我们交过钱了。”我还为什么要感谢他呢？所以这个让我们由此想到一个问题，整个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习惯，就不知道感恩，但是又很难说服他们。他们认为我确实付过钱了，我们之间没有别的事情了。付过钱是一桩事情，这是一种交易。感恩的心是天性，如果他是这个能够回归到天性的人，在佛法里面，诸佛菩萨，他不但对所有众生感恩，他对树木花草感恩，对山河大地感恩，对于整个宇宙感恩，不一样。那种
才真正发现自己确实是爱心遍法界，善意满人间啊，这种乐趣是这些迷失自信的人他永远不能享受。那如果他要是问自己的父母啊，那这些父母真的是回答不上来啊，他们也没有受过佛法的教育。他说不错，这个是个父母是答不出来，就正如同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，先人无知，不设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最后叫我们不要怪他们啊。为什么呢？丢掉好多代了。我总觉得世尊在经上说这几句话是对我们现代人说的啊，三千年前他已经看到这个社会了，不要责怪他们。哎，对，为什么呢？他已丢了好几代了，你怎么能责怪他？所以在今天传道弘法是比任何时代都要艰难辛苦啊！我们学佛法的时候，每一天对老师都是跪着礼拜，接受老师教诲。老师告诉我，将来你们弘法立身，是你们跪在这个信徒面前，把法传给他，他还未必会接受。所以我们今天受这些辛苦，老师已经预先知道了，已经在几十年前告诉过我了，所以我们受得很甘心很情愿啊。老师早就说过、啊、早就说过而且现在的我们在经论里面获得了证实啊。那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我们知道宇宙是一体，我们知道自他不二，但是他有分别有执着，我们没有，那我们要慢慢感化他，慢慢去帮助他回头。这个迷失方向时间很长，迷得很深，不是很容易就回来的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所以要有耐心。在很多中国人内心深处啊，一直有一个巨大的伤痛，也叫耻辱吧，就是在100多年前啊，我们被列强欺负，那么大家现在一定是发愤图强，要成为一个强国，那这个心理好像也是可以理解。那么现在有两个问题，他们就自然就化解不开。我们中国人一直讲仁爱，那最后为什么落这么一个下场呢？这个下场也是共业所感，仁爱是祖宗传的，传到末后的时候，这个概念越来越淡薄了，变成表面上有，实际上自私自利在不断增长。那么同时看到外国人的时候呢，就是总认为别人是正确的啊，我们自己是落伍的啊，把对祖宗所传的东西啊信心失掉了，这才遭受真正苦难的第一个因素啊。也就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把这种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啊，纵然有人能够讲清楚讲明白，不像现代有这么多媒体可以宣传，在那个时候没有媒体，如果说没有啊这个身份地位很高的人支持你的话，你传不出去，你能传的只是几个学生而已，所以不能够跟大众来传播。所以现在的好处，这个科技发达，我们要好好利用媒体啊。所以今天社会乱到这种现象，我们想如果媒体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应用去，这个世界恢复秩序一年就行了，如果没有媒体的话永远不能恢复。你用什么方法？真找不到方法啊！你说讲，你要多少人讲，中国10亿人，你怎么个讲法？所以呢，媒体的贡献很大了，要好好利用它了，它能够就拯救世界，但是反过来它也能毁灭世界。那么在您看起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强大，
不能够受外方的这个欺辱啊，对，啊，不要再重蹈亡国灭种那种危险啊，对，啊，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文化，啊，还是文化，哎，对，你就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，大家也赞成文化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古代，你像周朝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都是没有统一啊，秦才统一啊，啊，那个时候所谓是共主啊，尊之为天子，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小国，这个小国的时候文化水平高，真正的是礼仪之邦，啊，是和谐之国，他那个国也不过现在一个县的样子，甚至比现在县还要小。你说周朝那个时候这个文武周公那个时代，啊，但是他治理得好，啊，真的做到人民相亲相爱、互助合作，啊，上下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周边这些国家人看到羡慕，都向你学习，尊重你为天子，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天子也是民主的，也不是用武力站得来的，是文化的力量。那么在今天也一样，啊，你说你有这么一个，你说我们做个小镇的做试验，试验成功，外国多少人来参观，看到很感动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所以如果能够用媒体大量来宣扬的话，产生很大很大效果。一个县是这样的效果，如果一个国家也会吸引很多啊，对，没错，国家来啊，对，向你学习啊，对，不错。现在实在讲的是，只要国家能够出现一个县一个市，全国向你学习，全世界向你学习，你就是世界的共主。啊，所以这个不需要用武力，这不是打出来的，不是打出来的，那从内心里头尊敬你，啊，打出来的时候，那是以力服人，心不服，不符合人性，不错不错，人心不服，哎，你做出来做得真正好，尤其是现在乱世，谁都想安定，谁都想和谐，出现一个和谐式的人，谁不感动啊？在仁义礼智信当中，这个智啊，您老师怎么解释呢？啊，智是智慧，智慧就是真正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的事，有这个能力。仁义礼智信呢，这五种最基本的德行啊，仁是第一个，它是人的本性。仁是爱心，爱心对，是仁爱啊。义呢？像您所讲的，它是一种合适合自己的一种规律，一种规矩，不错，各守其道。对，礼呢就是一种秩序，一种礼节。对，智就是您刚才所讲的。对，不错。信是最后一个，是信用。对，信用第一个就是要信任。信人呢？对，对于任何人。都有诚恳的一个信心，啊，所以现在人没有这个信心了，人都是坏人，都没有好人，在从前不是的，人人都是好人，没有坏人，啊，坏人是学坏了，不是他的本性，本性决定是好人，说人之初性本善，啊，为什么变坏了？是学坏了，啊，为什么学坏了？没有任何教他。教育就这么来的呀。我们用这个手做一个比方，仁义礼智信，它是五种表现。那么它的根源这是什么地方呢？就它发自应该是发自一个根源。对，一个根源。这个根源是不是？根源就是亲。亲。对。孝子有亲，就是那个亲爱。这是人性的天然的东西。对，天然。人人都有。人人都有。而且仁义礼智信也是天然的，是本性，是性德，那个东西不是学的。它落实在五种关系上，就表现出五种样子。啊，对，不错。哎，你从哪里去看？你从一个婴儿去看，你看是三四个月的婴儿，他不会说话，你看他的眼神，他对于任何人，他都相信，他都爱。而且是平等的，是，啊，你就能说天性嘛，
人所以我们最初的老祖宗就看出这一点，这种天性怎么样把它保持永远不变，这叫教育了。能不能说最人性的就是最科学的？对，是的。啊，它的根源是相同的，科学、哲学，啊，是神学，讲到最后的时候，真的就是一个爱字。所以那个江本博士的时候，他是做水实验呢，他做了十几万次啊，他告诉我，只有这个爱这一个字，不管是哪一国的文字，贴在这个水瓶上的时候，图案都是一样，非常之美。所以他来给我说，他说爱是不是整个宇宙的核心呢？我说一点都没错，宇宙的心就是个爱。像佛法讲慈悲，啊，什么叫佛法了？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啊，你说这基督教、天主教、犹太教，这三个教啊，都是依圣经、新旧约。啊，这三个他们是一家人的。犹太教是学的旧约，基督教是学新约，天主教是新旧约都学。啊，所以我把他们做个比喻。啊，犹太崇拜上帝，是上帝那一派的。啊，基督拜耶稣是太子，啊，那太子帮的。啊，天主教呢，他们崇敬玛利亚或者那皇后一方的。啊，这一部新旧约呢，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爱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。啊，那么这个回教现在势力也很大，在宇宙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十几亿人。啊，他们的古兰经每一个最重要的章节前面一点是真主确实是仁慈的，所以你看所有宗教的时候，它的最后的那个点都是爱。所以我说宗教可以团结，宗教是一家人，就是这些是宗教啊。对，不错不错，根源是、这个、啊，根源就是个爱，一个爱，根源是爱，爱是天性，这个也是宇宙自然的啊，自然的规律，自然的自然规律啊，自然规律，它不是谁创造、谁发明、谁的制度，不是的，它是人性。我们经常提到这个词叫民族的凝聚力。如果一个民族啊，人人信守仁义礼智信，对，它都是从这个根源上发出去的。没错没错，人人的心都是这个心。没错没错，这个凝聚力不但是民族的凝聚力，是人类的凝聚力，是宇宙的凝聚力，这一点都不假。现在有两条道路，一条呢是朝着仁义礼智信的方向去走，对，一条是相反的。对，人也好，家庭也好，或者是一个族群也好，对，这两条路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？哦，不同。如果是顺着这个路走，这是圣贤的路，在佛法讲呢，这是佛道，成佛之道。违背的时候，那就看觉度了。180度的违背啊，那个果报是阿鼻地狱，最悲惨的。对，叫不仁不义，啊，无礼、愚昧，啊，不守信，那是地狱道。那么能不能这样说？如果违背这个性德，就是违背仁义礼智信，这样去发展，一定会被淘汰掉，会被自然界淘汰掉。对，人类这样去做，人类也被淘汰掉。对。就像原来恐龙一样，它灭绝掉了。不错，有这种可能。有，而且是确实有可能。现在科学家已经提出警告，就是地球会有大毁灭，讲世界末日。啊，那么宗教里面讲世界末日，就是圣经里面最后的启示录里头讲世界末日。啊，古兰经里面讲六个信条里头有信末日，佛教里头没有讲末日。佛教里头是讲有灾难，但是不讲末日，啊，那么这个世界上大灾难可不可能有呢？可能，你这看因果报应就晓得了。你看现在人造的是什么因？他想的是什么？他念的是什么？
他说的是什么，他干的是什么，你细心观察，完全跟信德相违背，那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所以灾难会这么多啊。如果我是一个家长，我仔细按照这个规律去留心观察我这个家庭子女或者是我的家人，如果他们都是不仁不义，对啊，违背这个信德的，我们这个家庭一定是再艰难逃又灾难。对对，现在有这样一种想法非常流行，我把钱挣够了，我们一家人呢移居到一个好地方去，移居到这个海外，移居到一个好地方去，哎，然后呢后半生我就能过得很好。很多人拼命的赚钱是这个想法。这个你要知道，没有天下没这么便宜的事情，在劫难逃。你在这个劫数里头，无论逃到哪里，你生病死了，瘟疫死了，横祸死了，常常有啊。这个你怎么能保得住呢？就是这个规律的手掌也是跳不出去的。没错。如果你走仁义道德的时候，就是灾难的地区的时候，你也免难。你要是违背规律的话，到任何地方，没错，都不行。对呀，哎，不必去挑哪些地方，用不着。啊，你顺着信的时候是绝对正确。纵然灾难来的时候，你不惊不怖，没有恐怖，你心是定的，你不会被环境这个干扰。那么就是，纵然是死了，不幸死了，你去的地方比现在更美好，这都是真的。啊，如果说是侥幸的心理，哦，想赚多少钱，这个钱有很多还是不义之财，啊，你到哪个地方去找个安全地方？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。现在在社会上有两种行业啊，很赚钱，一个是医生。啊，一个是大学的教授、学者、专家。那么在古代，这些人他们都不是赚钱的呀。这个都是反常。这两种人在古时候是受社会啊、大众啊尊敬的人。为什么？他们所做出来的是牺牲奉献。啊，教书的人绝不会收学费的。啊，医生绝不会要人要钱的。医生是治病的。病治好了之后，随你的供养，你家里有钱多供养一点，家里没有钱少供养一点，甚至没有钱的医生把医药费都不是救人嘛，啊，救人生命嘛，教授是救人慧命嘛，那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生意买卖呢？那学校和医院的商业化是不是对国家对民族伤害特别大？伤害大，这伤害非常大。